太厉害了。没有，他因为他有一个功能是，就是预录30秒，所以如果前面发生什么神奇的外星人下来，我就可以拍到了。你这样子很帅，真的超帅，对啊，真的超爱，拍到很多很酷的东西。就像我们在讲一些垃圾话，然后就是讲得很好笑，然后我就可以把它记下来。赞赞赞！对啊，还蛮酷的。你可以买一台啊。对啊，你这样子我就觉得可以记录到很多，还蛮多东西。对啊，有趣。